怪物商店是塞尔达旷野之息里一个算是隐藏的 NPC 吧，很冷门，但是觉得很有趣，于是决定把它做出来看看。箱子的部分其实只是露出一个角，但为了最终成果能够更加的立体，还是决定把所有的箱子都做出来。这里用的是青木片上色，然后用易拉罐剪开做包角，最后用皮条进行装饰。商店和后面灯的部分也是用青木片切成木条的样子，然后模拟木房子拼起来的，最后对它进行上色做旧处理。食宿粘土做上面的陶罐，还有车身上的引擎。灯的部分用调色了的 UV 胶在气球外面反复涂几层之后，然后照灯固化，就得到了一个灯罩的样子。然后在里面藏了铁丝灯，这样就更加接近游戏里的感觉了。因为怪物商店是上大下小一个热气球的感觉，所以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平衡，然后我就在材料上面尽量选择一些重量比较轻的材质，把箱子粘上去，中间用泡沫球和超轻粘土填补空隙，这样会显得很大一个，但是在重量上也不会太重，不会让它失衡。小部件都是用食宿粘土上色，这样会方便一些。
外面的布选了几个材质，画上花纹，然后对它们进行了做旧处理。因为不想要有太多的开关，但是又想要整个商店都能有光的点缀，所以布灯排线这一步测试了很久，最终竟然能用一个铁丝灯串联起整个商店的灯，包括商店里和上方的装饰灯。把开关做成了一个象牙，隐藏在上方的行李中，这一步是我最满意的。怪物商店怎么能少了这些怪物头套呢？把皮条加上，整个怪物商店的感觉就出来了。把商店的布和其他一些小物件陆续加上之后，就差不多啦。怪物商店是塞尔达旷野之息里一个算是隐藏的 NPC 吧，很冷门，但是觉得很有趣，于是决定把它做出来看看。做这个翻看了很多原画和资料，发现没有很多详细记载，原画册上也就仅仅一页纸的介绍，
于是和朋友在游戏里每天晚上围着怪物商店绕很多很多圈，观察它的结构比例还有整个车的平衡，总算是把它拼凑出来了。